然后是这个卧龙凤雏。颜丑组，颜良文丑组。颜丑组，梁丑组。梁丑组，两手好写一点。梁丑组啊，我们要一路至上。驳回，梁丑连线。哎，梁丑。可以往最后面过来看看。好，我们跟着您的指挥。嗯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公共空间。哎。很多人来了这里以后，可能会坐下来聊聊天啊，喝喝茶呀。啊。我们往上走吧。好。哎 ，KTV。像这些农户就是老百姓的家啊，他们都会把自己的闲置房拿出来，然后来做这个民宿。对，哇，厉害了，厉害！这里是我们建了60多亩左右的一个大草坪，一个月都会有1到2次对青山村的一个青山 talk。嗯，那对面的这些就是毛主，毛主相对来说比较高。我想，其实咱们应该到水库那边去看一下。来吧，空气非常的好，去了就知道。太棒了，这一定要去锻炼，朋友们锻炼了，空气太好了。你们下来吧。天哪，一类水可以直饮呢、啊、直饮拿瓢这样直接饮。嗯，但是我们为了安全的问题，我们也是呢在下面有个水厂，我看见了，对，进行一个处理的，然后我们会对这些厂房进行一个改造，那我们会在这里面做一个我们的水博物馆，水文化会植入进去。你看，你看这个地方特漂亮，还弯进去一下，你看见没有？哦，就是这么一个月牙形。对，月牙形的一个水库，真正的绿水青山。对啊，这就是了，真的金山银山。哎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是啊，我们先给一些我们今天收集到的运转起来吧，大脑。嗯，上线了，面具。停车场草坪的那个雨水收集系统、雨水收集是从广东的海绵城市，我们会对这些雨水进行一个收集，然后到了旱期的时候，我们会把里面的这个水抽出来进行一个草原的一个浇灌。水库不能捕鱼啊，那因为这里我们是不能捕鱼不能钓鱼，所以水的质量也好。然后开民宿，都住在民宿里，还有小竹，每年可以给每一户提高20万的收入，不超结梗。然后铺在竹子下面保温。嗯。皮鞋厂也改成了邻里中心。嗯。好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太够了。我现在要排这个流程表。哎，像这个专业也属于你的专业，对吧？嗯，就是干这个的。我们呢是分成3、4、5，主要是三个大的那个前面之前的时段。我们现在呢每个整点20分钟做这种整点的倒计时连线直播。3点钟人文光影组，人光组，然后是长短组的采访，很简单。然后是这个卧龙凤雏。嗯。我们要一路至胜，不想给他们取这个名字。颜丑组，颜良文丑组，颜丑组，梁丑组，梁丑组，两手好写一点。梁丑组啊，我们要一路至胜。驳回，梁丑连线。梁丑，他俩主持人完全不听建议。好，最后6点钟就很简单了。6点就是后台、外场、内场，啊，随时的连线和互动。6点，后台。好了。哎，小鹿，他们篝火还在继续吗？继续。那不就等我们吗？啊、您在这里6年？6年，我是2015年6月28号来的。我们那也是住在这个山谷里。适应，喜欢？真喜欢。看着它一点一点变得。对，它的每一个变化过程，你都知道啊？我都知道，然后也能参与一部分，特别好。有想过在别的地方？再弄第二个青山村，这样的想法吗？
这个就是被很多人问到，青岩村能不能复制，我的答案是它全盘复制可能性不大。这也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啊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这儿可以持续向外界输出人才是可以的。对我们调查你来着啊，调查你了，确实很好，确实是个很好的人啊，就是很好的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你真治理得很好，这个没有没有，我其实做的比较少。做的少很难的，很多人把那个一个治理弄得不好，就是做太多。比如说我们公司，海江哥，你用三个词形容你心中的青山村。很土，很潮，有未来。啊、这说太好，你跟我我什么说、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没白来，没有白来，很土，很潮，有未来。哇，说太好，说太好。这一整天的节目就在我们就刚才那几段对话里面，很土，很潮，有未来，这很好啊。所以就是徐志胜和鹿晗的采访技巧可以说是一塌糊涂，他就一地稀碎。刚刚这个这么好的问题，他们肯定问不出来。志胜，你回去好好批评一下，我觉得，别老一天哈哈三七的那个，确实是有点靠脸吃饭了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太不上心了，不能老靠颜值。